Hello，我是小鹿，今天来吃一点水果大拼盘，先来个羊角蜜。可甜了。这个就有点像蜜瓜。可甜。大草莓，哇，现在草莓巨酸。现在天气干，你们也可以多吃点水果。我最近就是水果吃的少，嘴巴都裂了。红心猕猴桃。我去拿个好东西。看一下。这个是我吃巨资买的蜂巢蜜，我第一次吃啊。这个是蜂蜡，不能吃，真的巨甜。口感比我想的要更加的脆，就是它蜂巢是很薄的。这个还是不建议空口吃了啊，用草莓裹一下蜂蜜。有一种吃糖葫芦的感觉。现在吃这个阳光玫瑰都不甜了。最后再来个橙子，今天的这个维生素含量有点超标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去把这个放在我的罐子里，它里面这个蜜真的巨甜。拜拜。